啊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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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样？要问还有题目啊？有题目？要出来要出来。要出来跳舞。那个录影机先不要看。我们没有看过王老师跳舞。骑马舞，骑马舞。不是我说的，我没有说要跳舞。骑马舞，越来要听音乐做动作。骑马舞啊。好，听要听哦，听。车出车，好厉害！还有还有，请问歌曲中空格里面要填什么字？有啊！王老师说要再听一次，再跳一次。刚要填的就是小音。等一下，还要念题目。对，我们给全新北市最优秀的资讯主导马老师一个热烈的掌声。电脑使用技巧中有许多快速键的设定，方便快速操作。请问 ，Ctrl 加 A 这组快速键的功能是？A 全部选取 ，B 全部选取 ，C 不全选取 ，D 选取不选，选取不选。好，来，这样的答案，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专业的资讯老师来帮我们回答一下。这个不一定要专业，每个老师都会。答案就是 A， 全部选取。掌声鼓励。连这么有诱答力的选项你都答得对，就换第二题。以下何者属于哈拉聊天杀时间用软体 ？A， Adobe 的 PDF，B， Line，、C。Video player 哦 ，D iTunes 啊 ，C 是 iTunes， 就 iPad 上面那个、啊、，D 上面这个，就是 D 了，没关系，它不是答案。好了，那我们请老师来帮我们选择一下，答案是 B line， 掌声鼓励，谢谢老师。